今天呢，有请浙江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局长毛伟平来谈谈公安出入境管理队伍是如何践行三能的。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浙江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局长毛伟平。您认为出入境管理队伍的三能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一是在服务上体现优质高效，围绕中心服务发展，发挥好促进引才、引智、引资等方面的正能作用。二是在打击上体现专业精准，依法高效打击妨碍国边境管理犯罪，坚决维护移民和出入境管理秩序。三是防范主动灵敏，建立健全涉外领域风险的预警预测预防体系，打造主动型的涉外警务。四是管控严实有力，坚持应防尽防，该管能管，探索基于中央事权的出入境办证机制。那对照您解读的出入境管理队伍的三能标准，您认为浙江出入境管理队伍表现如何？在抗击疫情的大背景下，作为防控境外疫情输入的主战部门，全体出入境人做到临危受命，迎难而上。第一时间我们派出了八个工作组逆行出征，同时组建数据处理两个专班，24小时运转，肩负起入境反制人员转运和数据推送等工作。其次，面对打击治理跨境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等新形势下的热点重点，我们坚决依照职能重拳出击，破获多起组织偷渡出境的重大案件。在治理领域，我们不断夯实外国人的管理基础，探索形成12367的外国人管理工作体系，推动了涉外管理从静态到动态，从被动到主动，从信息化到系统化的转变。而在便民利民领域，我们在余杭试点治理派智能自助拍照系统，拍摄时间由原来的5分钟缩短至1分钟，多种证件一次采集，全景通用。接下来出入境管理队伍在弘扬三能精神上还有哪些计划呢？在坚持党建引领上下功夫，持续开展最强党支部创建活动，组织好出入境三能民警的创辟学，争当三能的模范生，